吃那个小面包，我要吃那个小面包。好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吃小面包。你会打开吗？我不知道会不会。干嘛呀？要帮忙吗？应该不用。要。你们的手有擦干净了吗？有。刚刚用湿纸巾擦干净了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个小面包。谢谢，你先吃，因为我刚才吃过了。吃什么？吃火锅。我干嘛？为什么我有时候开之前偷偷吃？对。你不行这样。好。你都说。好。等我们一起做吧。你这样我看得到你的内裤，我又看到了。这个叫柠檬，这个也叫我拿好吗？不可以。放中间。我有吃了，在嘴巴。那我早上我刚刚去冬梅阿姨家吃那个火锅啊，吃得很饱。比比快点吃。你都只偷偷吃。对呀、啊，下次带你去冬梅阿姨家好不好？长得像哈密瓜，哈密瓜、哦，有像哦。小火车嘟嘟，你好，你好，好像好像那个他们，好很像那个蒸汽火车一样的那个头。是哦，蒸汽火车的头。他是猫人，他是猫人。